下一个左右下劈接鹞子翻身啊，看一下啊，抓着实战用法啊，左右下劈，哎，我劈对方啊，哎，这方接着在这劈对方，哎，或者说劈对方，对方哎，哎，一发，哎，对方掌握过来啊，哎，行走翻身啊，别看说一劈对方，对方有上下，哎，接着哎，这上下我接着，感觉很棒，这左右下劈。我劈对方，对方拨开，拨开以后，哎，接着，哎，从这个就下来，哎，就下劈。鹞子翻身也可以直接用中杆，对方扎我过，头不过以后，扎我头，哎，哎，也可以结合在一块儿，就是我劈对方，对方翻开，哎，翻开，哎，对方先扎我，头过，哎，啊，可以的，哎，这鹞子翻身。就是高扎头，头不过做鹞子翻身，哎，扎头不过来以后啊，对吧？哎，直接做。我扎你胸部不过来以后，你可以腿拨，哎，这么扎，是吧？哎，扎你高的话，你可以就把，哎，腰就翻身，就是扎头过来，你看，哎，高，哎，就做这个。扎你胸部过来的话，拨过去就行了，哎，拨过就行了。